新闻最后来看到俄罗斯莫斯科盛大举行红场阅兵，庆祝战军胜利74。海空三军的新型军备也号称有超过80%的装备具有实战经验，而且这一次女性也首次加入了仪仗队行列，成为一大看点。新闻最后也邀您一块来看，也感谢姐姐的收看，我是林欢，晚安，再会。